Blood wrong, white wrong. Black. Eyes with it. No eyes. Single? Golden sun sits on the horizon. I feel love when things are eternal. I look to the right and dance and play. And when music is soft, I dream away. So. You said you 怀孕了，孩子是别人的，你还想把他生下来？ 所以要跟我离婚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。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你跟我求婚的时候，你说你不会再让我孤单了。可现在想起来，就是一个笑话。你因为孤单。 所以就去找别的男人，是吗？真没想到你能说出这样的话。你是一名教师，你真配不上你的职业。我只想要一个真正的家，所以我要把孩子生下来。努力工作，四处奔波。 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你一定要弄到家破人亡了。你自便吧。 先生，Happy Whiskey 吧，现在有活动，买一送一哦。看你酒量这么大，一杯一杯的喝，多不划算呀！来一瓶吧。嗯，等着，我去给你拿一瓶新的。 先生，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啊？好的 ，POS 机，1888，请您输密码。 请您签字。等等等等。拜拜。等等。说真的还是假的？爸，那我就告诉你吧，我的21了。结婚了吗？什么？结婚？我还小呢。 一定要找一个爱你的人，离不弃，永远不要伤害他的心。哎，先生，你的酒。
老许，我这次之所以这么用心的去调查这个案子，就是想要证明我师傅的清白。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或许你并不了解真正的他。我不了解。说实话，我比你更了解他。对了，高阳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姐夫那里当助手的？就是在王雷杀妻案之前。高阳，啊，想什么呢？陈哥为什么不来了？可能出于自责吧。你怎么如此轻描淡写？哪有？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嫂子出事那天，你是不是跟王雷通过电话？你问这干什么？没什么，随便问。你忙。小雪，你真的是学传播学的？应该是侦查专业吧？我们一起查出真相吧。我没有别的人可以相信了。我知道你很尊敬我姐夫，可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有嫌疑。还记得肖院长说过的话吗？很有可能是谁利用心理暗示促使王雷杀害了我姐。你现在想证明我师父是凶手，如果你想查出真相，你不愿意帮我？我不是不愿意帮你，我是觉得我师父和你姐的关系那么好，这些都是我看在眼里的。虽然他们之间出现过一些问题，但也不至于要置你姐于死地啊。我以前也是那么认为的，可是你过来。看这个，原来这些都不是传闻。那这也不能证明这些事儿就和我师父有什么关系。况且他根本不懂什么暗示心理学。是不能，可是也许别人会呢。而且这个人又是对陈永强特别好的人。你怀疑高阳？